得像两年还是到越南的小卷和因为之前的包括这些也是粉丝比较喜欢饭店的味道。我最喜欢的是越南的春卷，还有鸭仔蛋，还有黑豆冰。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越南美食，就是越南的春卷、鸭仔蛋以及我们越南的咖啡。相互交流，大家就可以相互的，就是过来过去探亲了。